阔里吉斯、蒙古暗赤傣氏。曾祖巴斯布花，从太祖平乃蛮诸部，长先锋，配虎符。以欲降丰州、无能、云州、卓宣府使。祖呼压呼兴，其父职。宪宗语曰：“汝所配虎符就已，何以今事功？”命改制，赐之。中统三年，改河中府达鲁花赤。卒。复要师谋，襄阳统军司经历，改肃州达鲁花赤，不拜。书。密副使贝罗、御史中丞穆巴剌引见世祖，奏曰：“此呼压呼兴，子也，其以其祖父虎符赐之。除金刚台达鲁花赤，累迁健康。路达鲁花赤。”卒。阔里吉斯以素未冲伯而赤。至元二十五年，拜司农少卿，赐金数代。是司农卿进至资善大夫。未几，拜荣禄大夫、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平海南离洞入境，赐玉带、金银，必博有差。陈宗即位，又入境，赐海东青骨、白骨各一。大德二年，改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宣改福建道宣慰使、使大帅，迁征东行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斯与高丽王王日俱不相能，又多受贿赂。五年，征还，复拜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明年，改陕西行省，以募集还京师。如今紫光禄大夫，云南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六。子完则，湖广行省右丞，征广西遥，卒于军中。伯行，御吕伯李氏，本西北部人。赴呼都，从太祖定中原。遂加于大明路之请封县。伯行右姑，大兴引张柔见而齐之。后从丞相阿塔海镇州。阿塔海奏以本州所领四城户移于鄂、益鄂州两万户戍扬州，廷议如所请。湖广行省丞相阿里海牙不从。PG 454。阿塔海使伯行乘马日至鄂州，宣上旨。语尽，阿里海牙怒而免。赤。伯行前曰：“此圣旨，公怒不尽。”阿里海牙曰：“无怒，阿塔海也。”伯行曰：“圣旨非阿塔海所造，公待怒上耳。”云：“何孤退？”阿塔海以伯行通国语，使专奏对，遂率臣日六七返。世祖见而喜曰：“是黑然使者复来矣。”至元二十二年，受金坛县尹。未几，迁行省礼部官。帝谕欲再伐日本，阿塔海言其不便，使伯行入秦。帝悟，遂罢兵。帝谕执政曰：“伯行交习以黑法使者目之，今察其人温良节，朕可当重任。”时桑歌秉政，请上命不下。阿塔海移江西，奏以伯行自府，受奉义大夫、行省都政府。二十九后，除庆无禄至中。庆元多送故家，翰林学士王应临杜门谢客，伯行守家尊礼，比学者师事之。须立武大夫，至赤明照例庭下。伯行敬之，比称其故官。明大悦。大德元年，迁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副使。
太傅达拉罕齐贤，卓公布侍郎，伯行调江南避镇数百世，达拉罕西格之。十一年，陈宗崩，伯行长诸库建岳，迁尚书。至大元年，加镇义大夫。从皇太子姓五台山，遁地如法，名不知劳，赐白金，名马一将之。丁母忧归，特赐上尊祭墓。其两浙都转运使，辞不就。在受资国院使，复辞不允。三年，奉使至江南，到卒，年六十一。延佑四年，赠资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顺义郡公，是真会。伯行母徐氏守节，教子甚严，及伯行贵闻其事于朝，召京其门。子和尚监察御史，教化同知勉阳府事。铁莲乃蛮人，居绛州，祖伯不花，宗王拔都父。铁莲魁伟寡言，有志略，早岁宿卫王储。拔都公地平阳，以铁莲兼袭州中统出，调平阳马肯布达鲁花赤。至元初，海都叛，廷议欲伐之。世祖曰：“朕以宗室之情，当怀之以德，其则紧密足任大事者往使。” PG 455。焉左右以铁连对，遂召见，帝加其辩会，曰：“此事非汝不可，然必先议蒙哥铁木儿，相与济事而后行。”使二人复之。铁连欲直造海都进，视其虚实，富者服从曰：“上命我备先语。”诸王意今俱造敌进，不可。铁连曰：“清晨密旨汝备为则。”当诸父都惧而从之。既至，海都召与宴饮，铁连乃立身差之曰：“且食勿语，望与言脱口相直，醉耶。”良久，海都早直哉。酒半，铁连即南市衣库次，海奢加其变，将解与之。其非止之，赠矣。求二席，因与春熟曰：“命名者当如是矣。”即蒙哥铁木儿所具告已故。王曰：“祖宗有训，叛者人得诛之。如通好不从，奉师以行天罚，我即外应演习，剿绝不难矣。”铁连还，秋以示文，因言于帝曰：“海都兵多而锐，不宜速战，来则坚垒待之，去则勿追，自守既固，必援他于。”帝然之，敕所受都囚事已经，凡朝会服之，以经其奉使之劳。后旅于海都，到遇海都周兵，复者前行师队，遇海铁连。后至，曰：“我天子使，可以非礼犯耶？”游兵与驱，乃曰：“前者使，此真使也。”视之，遂得还。帝常谓侍臣曰：“有铁连，则腾之宗族不诛何好矣。”铁连始终凡四王返立。时有四年，帝谓铁连曰：“在朝官之要重者，为汝所责。”对曰：“臣志在王室，其事未办，不敢奉命。今臣母在绛州，老且病的是朝夕，幸也。赵从其请，受绛州打鲁花赤。”至元十五年，平阳李二谋，铁连不问，
尽得其状。中书奏尽其志，帝曰：铁连岂为能办此耶？加宣武将军。至元十八年，并卒于官，年六十四。子达拉代嗣，官姓武将军，同知大同路总管府事。摩克伯罗，南尼斯国人，从其父来中国贸易，世祖平江南。 PG456 授杭州管税官，起解职返国，从之。时序列物后王阿鲁浑使者至求汉女妃，世祖以蒙古女库喀其赐之，应以宋宗室女，使摩克伯罗送之，并使通好于英吉利、法兰西、日斯巴尼亚诸国。摩克伯罗与阿鲁浑使者三人从海盗归。余年，使抵西域成魔子。阿鲁浑以前卒，盖喀图四立，命摩克伯罗送女于何赞，阿鲁浑之长子也。摩克伯罗者游记载西灾及中国事甚西太西人入中国，著书以摩克伯罗称首云。 PG457 卷148列传第52。塞典赤善斯丁纳素拉丁乌马尔呼星布鲁海牙连西县连西贤连会山海牙阔阔兼同。塞典赤善斯丁一名乌马尔回回人别燕伯尔之意别安伯尔者西域诸国尊回回教主之名也。塞典赤由华严贵族善斯丁自去，与中国孔子同世系，言教主后同于中国孔世之贵云父苦鲁马丁太祖真西域善斯丁律迁其营将献文报白骨命直宿为赐号塞典赤而名。太宗即位受封晋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改太原平阳三路达鲁花赤，迁燕京段事官。宪宗即位命与塔剌浑行六部事，改燕京路总管，宣卓本路采访使。多会政世祖中统元年，历时路宣抚司改燕京路宣抚使。二年拜中书平章政事。至元元年初，陕西五路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历官三年，增户9565，军12255，超 PG458 6225锭，屯田粮97020石，损节各买超331锭。中书奏文赐银5000两，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并听节制。七年改军前行尚书沈氏镇四川。宋嘉定守江攒万寿宇塞典赤对垒，塞典赤推陈呆之，万寿心服。未几赵还万寿请置酒好左右难之，塞典赤进往酒至，左右复勿饮。塞典赤笑曰：汝等贺见之小攒将军能独我，岂能尽独我国之？万寿叹服。八年大军围襄阳，召各路进兵以牵制之。塞内赤与千省与千省镇顶水陆并食，至嘉定纵伐断其浮桥，获战舰28件。寻命行省事于兴元主馈运。十年入境
帝谓赛典赤曰：“云南正常亲治。”其弟比委任师官，使远人不安，欲选景后者服之，无如亲者。赛典赤受命退朝，会云南于途以上。帝大说，拜云南行省平章政，是赐超50名。时南平突鲁镇云南，或于左右之言，赛典赤至，必夺其权，征兵备之。赛典赤遣其子纳素丁先夜突鲁，请曰：“天子命臣安吉云南，今未敢专，请王遣一人来人议其事。”突鲁闻之，俱立其下曰：“己汝被所误。”明日遣亲臣撒满、利哈乃等至，赛典赤问相见之礼，对曰：“吾等于那素拉丁携来，有使帝也，请以子礼见。”皆名马至，拜贵圣公，观者大骇。赛典赤设宴，竟以金银酒器与之。明日来谢，赛典赤谓之曰：“二君虽宗王亲臣，未有名爵，不可议国事，欲屈行省断事。官以未见王，敢善受，请一人还报，从之。”突鲁大悦，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12年，奏云南诸仪卫副，拟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受行省节制。又奏哈拉章、云南壤的乡等，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逐之，以改制令常，并从之。云南俗男女字 PG 459，相配偶亲死则火之，无丧祭之仪。春的原桑麻金道，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以媒妁通婚，死者知棺椁奠祭，又教名播种碑池以防旱涝，创建孔子庙名伦堂，以经史授学者。由是旧习渐除，云南已备前时出行超法，民不辨之。赛典赤奏闻，鄙人其旧。又以山路险远，多盗贼，乡的治镇，每镇设土官一人，百户一人，遇盗贼动掠，则罪之。有怨家走京师，诬告赛典赤专见术士，帝命谢送赛典赤部抬其罪。既至，赛典赤托谢谕之曰：“汝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以我专见。今是汝罪，且观之，能竭忠自赎乎？”皆叩头谢，是以死报。交趾叛服不长，湖广行遣兵讨之，失利。赛典赤使人欲以逆，顺祸福，且曰：“兄弟，齐王亲至云南。”赛典赤笑迎，呆以兵礼。礼遂起勇，翻服罗盘殿畔，命赛典赤祭之，有忧色。左右不其故，赛典赤曰：“吾非自忧，忧汝被冒风低，不幸无幸而死，又忧汝被劫掠，使民不聊生耳。”师赐罗盘城，三日不降诸将欲攻之，赛典赤不可，遣使谕之。月三日仍不降，诸将怒请进兵，又不可。而将校有美胜臣而上者，赛典赤大怒，明经止之，召万户责之曰：“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我杀戮。吾主将命而善攻，于军法当诛。”赤左右复之，诸将叩头，请四臣下之日军法从
是。罗盘求闻之曰：凭张宽人如此，吾惧命不祥。乃出将。由是诸夷悉然款服。广南农土贵，左将李为平，右将岑从威，共集户四十万来听命。宜求入见，必有献纳。赛典赤翻分赐从。官或以善平民秋毫摩所取，又以九十劳诸囚置衣冠靴袜，亦其会服草履，皆感悦。至元十六年卒，年七十九，百姓仓枯，交趾遣使者其衰。至祭，其祭文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云。帝司赛典赤 PG 460之功，赵云南省臣守其成规，勿擅改。大德元年，赠守人左运。安远继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雍国公，侍中义。后晋封咸阳王，改侍中会。子纳素拉丁，赐哈散。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赐呼兴，赐苦素丁物莫里，建昌路总管，赐马呼素。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纳素拉丁累官中奉大夫。云南陆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四年，迁大理金池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以兵抵金池、蒲标、屈腊、缅国、招降铁木、乃木、普蒙、铁木、巨木、突摩玉等寨土官屈腊勾折民四千。孟摩爱吕明一千，摩奈蒙匡黑达巴拉明二万，蒙古殿府路保明一万，木兜旦突明二万，以训相十二入贡，赐金五十两，前二席将士赏赖。有差。十七年，受资德大夫、云南行省左丞、巡千臣，谏言三事。一、云南归错所造金薄贸易并名。一、为云南有行省，又有宣慰司都吴帅府，进宣慰司已罢，而元帅府尚存，行省即兼领军民，则元帅府当罢。一、为官吏子弟入职，大吏弟当遣于当罢，并从之。二十一年，晋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从皇子托欢真交旨，赐银二千两。云南俗上鬼，相传吐一尺，则死者炫种。纳素拉丁告诫之，使吐者日以闻，于是筑堤防，建庐舍，皆无避忌。二十八年，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纳素拉丁受带去，云南人犯今向四之。二十九年卒，赠推陈左李德功臣太师，开除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左丞相，追封齐国公，是真简。后晋封延安王，改谥宣敬。子十二人，伯中书平章政事，赐乌马儿，赐杀的云南行省左丞，赐阿荣太常礼仪院使，赐伯察儿中书平章政事，赠守丞左至安会侍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丞相，追封奉元王，侍中县。 PG 461乌马儿累官福建行省里监政事，建泉州、新化两郡庙学，治学田，又驻新化、莆田等县海棠口，以善平民，闽人送之。至治元年，
改将这行省平章政事、领江淮等处财富都总管府事。遂基出财富府米十万石件跳之，又自购米五百石机者。是年冬，京师一岁进，照江浙行省每岁海运米二百三十万石，使春运五十八万。以四月至京师，一府愕然曰：“凡海运以下，至其方春，东北风多，安能济事？”乌马儿曰：“吾奉天子命，不敢缓，及时开运。”四月，海盗万户府以状文运米五十五十副都仓器，官民相庆。时不怀财富府出力，乌马而入境，太皇太后劳而遣之。至是，半岁之书增三十三万锭，太皇太后赐之是锦袄，大官上尊以宠赖焉。后来卒于官忽兴，赛典赤第三子也。以侍臣职素位，世祖善其应对。至元十四年，受兵部郎中、出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河南多道官军缉捕失利，忽兴遣人持袭御之，有二人来将，忽兴赐以官服，放骸，招其不党。未几，携道魁十余辈至罗拜亭下，瞻视异常。左右惊不失措，忽兴使立其姓名，名以饮食赐之，命服役于左右。郡道闻之，相继款付。二十一年，授云南诸路转运使，累迁汴梁路总管。三十年，授两浙盐运使。大德元年，擢江东道宣慰使，改陕西行生活尚御史中丞，又改云南行省右丞。时梁王松以皇曾孙镇云南，忽兴调诸不变，是白于梁王改之，王不可。忽兴与左丞刘振持还京师，召王依所奏施行。于是并明之政，化除史进、豪明必摇一头冲王楚。素位忽兴按旧额所原者，西及明去其素位三分之二。马龙周求谋反，事决，王将视之。忽兴与正反复合言居，进得奸状，斩之。军粮之给，道有远近，立营员兼忽兴及军户姓民及仓廪之所在，更翻之给，必遂隔绝。先是赛典赤见孔子庙，至祭田及促田大德寺所有 PG 462。忽闻夺骸之，令诸路遍立庙学，文教大行。广南求杀奴素强悍，常受宋之精应，忽兴遣使招之，留数月不遣，求请骸。忽兴曰：“汝欲骸，可纳应来。”求不得已，以应上。忽兴置酒宴劳，使机应入境。五年，免求复故不服。忽兴遣人谕之曰：“我老赛典赤之，此一切奉先人训，汝国所不便事，当汝更之。”免求闻之。明使者挟至，献白象仪曰：“此象古所未有，今应圣德而来，感效方物。”忽兴奏闻，帝大悦。而有附会图谶以获王者，忽兴与刘振密奏之，帝遣使者暗问诛之。忽兴携使者入境。八年，改四川行省左丞，又改江西行省。至大元年，拜荣禄大夫，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明年，以母老妻养归，卒于家。天历元年，赠守德宣惠闽政功臣，上柱国、雍国公、侍中检。子伯航，中庆路达鲁花赤、屈烈、湖南道宣慰使。使臣曰：元末舍人罗文杰，普定府之事，豪求愧以经文。杰却者，求怒曰：君塞典赤耶？乃不受经无经。塞典赤之。明蛮夷所重如此，虽正子楚孙叔敖何以上以哉？布鲁海牙，为吾而人。祖牙而巴海牙，父及台海牙，俱以公齐国侍臣。布鲁海牙年十八，随意都护内附，充宿卫。太祖西征，布鲁海牙护从，不必劳苦，次次养马沾收，又以西辽局而之女耶律氏配之。太祖崩，杨长弼短雷监国，选使燕京总理财富。使还，庄慎太后闻其廉谨，请于太浙宗，使管汤沐邑，凡君妥。户在燕京，中山者悉统统之，又赐中山殿舍、园田、民户二十。受真正路达鲁花赤。太宗三年，拜燕南诸路联访使，配金虎符，赐民户十。为己受段氏官。时段氏官的专身杀，布鲁海牙甚于用刑。有五欧人死者，立论以重法，其子好弃清代，布鲁海牙借力使父。PG 463。宋于是惧则杀之。其子无惧色，乃曰：吾欧人死，情有可原，子而能孝亦无可诛。遂病逝之，使出营以资葬埋。是时法制未定，奴有罪，主的专杀，布鲁海牙知其非法而不能救，常出金属死者数十人。立军籍者，但于行役，往往目人待之，又多逃归者，朝廷定制，目待者杖百，逃归者死命。布鲁海牙与段氏官捕止而按顺天等路，得牧人带者万一千户，逃者十一人。布鲁海牙敏而奏之，皆得清简。有丁多，复未至，则逃者则曰：此而不杀，何以成后？其执法平允，类如此。世祖即位，则幸陈宣抚时道，命布鲁长牙使真定。真定父明初前代人者，不逾十倍取其席，布鲁海牙使席如本而止者。令中统超法行，以经营本志，乃降新超。真定无经营，超不可得。布鲁海牙遣幕僚行则往卫平章王文统曰：席奉帐后旨，经营西送上京，真定南北要冲之地，商贾甚多。今旧超既罢，新超不降，何以正？且以经营本，岂若以名本乎？文统不能夺，立降超五千锭，名赖以济，俄迁顺德等。陆宣慰使配金虎符来朝，帝命作为劳之，赐海东表谷。至元二年秋，卒年六十九。初布鲁海牙拜联访使，命下之日，子西县士身喜曰：吾闻古以官姓，天齐以廉，吾宗之姓乎？故子孙皆姓廉氏。
是敬者多，宜稍太之。世祖曰：布鲁海牙公多，子孙亦正所知，非汝所当欲也。大德初，赠仪同三司、大司徒，追挂位。国公是孝义。子十三人，西敏、齐黄等陆宣卫使、西县、西庶、中书平、张正氏、湖广行省左丞、西院、西鲁、西贡、昭文馆大学士。继国公、西中、西阔、阿鲁浑海牙、广德路达鲁花赤、孙五十三人，多显示。 PG 464。连溪县，字善甫，一名新都。右魁传旨一凡儿，九岁家奴四人到五马逃，既获法当死。布鲁海牙将父有司溪县弃剑，指之惧得免。又常侍母居中山，有二奴最初恶言，西县曰：是以我幼也。即送抚谕杖之，皆其其有十年十九。是世祖于前邸恩遇书绝，西县笃好已逝，守部侍政。一日方读孟子文诏，怀书已尽。世祖问读何书，对曰孟子。又问孟子大义，对曰成王道，名义利，不妨一牛推恩四海。世祖加之，穆曰连孟子由是之名。与晋丞孝射世祖前，西县腰插三尺，有欲取以射者，西县曰：汝以我不能耶？但吾功力削弱耳。左右授以进攻三发连中。金福曰：真文武才也。世祖受金兆分的，命西县宣抚使。金兆控制陇蜀，王藩分部左右，发杂羌戎号南至。西县讲求利病，以强扶弱。暇日从明如许衡、姚书等访至道，首请用衡提举京兆学校，教育人才，根本计国治，逝者不立即。京兆多豪强，令格不行。西县治西令者急，如平民代富加钱，治本席相当，收其本。又以席劝辗转则长，好扬高丽，父则虐待之，不胜其毒。西县正其罪，常立误过本席，于皆取劝焚之者。令初，世祖受命献宗，经理河南，官有谗者为王府人多专善不法。至是命阿兰达儿、刘太平检核所部，用酷吏分领其事，大开告捷。西县曰：宣抚司事有几出，有罪当独任，辽属何欲？即事尽，无获罪者。宪宗九年，世祖渡江为鄂州。西县引儒生百余拜服君门，因言王师渡江，凡土人移官赎骸，以广士得意。世祖从之，骸者五百余人。宪宗兄闻至西县，曰：殿下太祖嫡孙、先皇母弟、子惠离的律事归心，今大行演气万国，神气无主，愿速不正大位，以安天下。是祖然之，且命西县先行审查事变。对曰：刘太平或鲁欢在。 PG 465。官左魂都海在六盘，太平性显诈，素为殿下英武，
倘以关中行事连结诸江，则不可治，以遣赵良弼往参人性向背从之。后良弼自关中奏刘太平等反状，促如溪县言阿里不割垢乱北边，使托呼司迁兵和硕真定名士李盘常奉庄慎太后命，是阿里不割讲读，托呼司怒盘不复己，谢之。西县白于世祖而视之，宗王塔察而东诸侯之长也。世祖欲招赖之，南齐使西县请行，塔察而宴西县，西县从容说之曰：“大王属尊望重，发言推戴，谁敢不邪？”塔察而从其意，还奏世祖。今曰：“此大事亲和亲率如此？”对曰：“论语谓时然后言，臣所言亦为其实耳。”十年至开平，宗室诸王劝进，世祖谦让未充，西县复矣。天时人事进言，且曰：“阿里不割于殿下，母弟留守和陵，专制有年，或既忘神器，事不可测，宜早定大计。”世祖良久，曰：“吾亦决矣。”明日遂即见元中统。西县上言高立王世子，点酒留京师，今闻其父死，宜立王遣还国以恩节之。又言宜遣使与宋讲好，敕诸军北归，帝皆从之。初分汉的时道，乃并京兆、四川、宜道、以西县、宣府。使刘太平、或鲁欢闻之，臣亦即至京兆谋变。后一日，西县至，事部诏书，遣使安慰魏六盘。魏济段氏官阔阔出遣使来告，浑都海已反，杀所遣使者朵罗，遣人约密礼言者于臣都起台不花于清居，各以兵来援，又多与蒙西军奥鲁官务奴忽等精至，尽起新军，且击太平或鲁欢同日聚西县的报赵辽属魏曰：“上兴即位，责任吾等。朕今日不早之计，悔将无及。遣万户留黑马，今赵至中高彭霄、华州尹史广，掩捕太平，催鲁欢及其党，获之，悉至于狱。复遣留黑马诸密李火者。”总帅为镇诸起台不花，据以一文。时关中无兵，命汪为良律勤，拱诸军进驻六盘，为良以为奉诏辞。西县即解锁。PG 466。一虎符，盈应受之，复盈15,200以充公赏，出库必置军衣。为良感激，遂行。又发属促更数，即在家于丁，推结至诸军盟。古万户八春降之，谓之曰：“军所降之，未以训练六盘兵。今勿与争锋，但张身势，使不得东，则大事既已。”会有诏，大赦。西县命剿太平等于狱，施于通衢。方出营诏，人心遂安，乃遣使自和亭设行刑，征调诸军，善以为良师等罪。帝深赏之，曰：“今所谓行权，此其事也。别赐金虎符，使节至诸军。”且诏曰：“政委卿以方面之权，事当从宜，忽居常治。
作诗事迹。西川绪陵奥鲁关，将举兵应浑兜海，八春获之，系其党伍。十余人于甘州遇，送二人至京兆，请杀之。二人自分必死。西县尉辽，县尉辽左曰：“浑兜海不能乘势东来，保无他虑。今至卫一，犹怀反侧，比见其将校求职，或别身心，害不细。若因其惧死，并加宽恕，使之感恩效力，就发其余丁往历八春上策也。”钮灵见奥鲁关的事，果大喜过望，切欲其属，人人感悦。浑兜海之京兆有备，遂渡河西趋甘州。阿兰达儿父自河陵率兵应之，又使钮灵兄速敦疏招其弟。于是成都率百家奴，新元帅芒古台、清居帅汪为镇清查，据遣食言，人心为惧，势不可测。西县遣使遇之，两川诸江肃旦县威名皆从命。十朝议欲弃两川，退保新元。西县奏曰：“四川已定，无故自堕。”成功后悔不及。帝即拜西县中书右丞，行秦蜀中书省事。浑兜海、阿兰达儿合军而东，诸江诸吏河西大震。会亲王和丹及汪为良、巴春等合兵复战，大败之，伏斩略尽，萧二叛，守于京兆市。世闻，帝大讲这曰：“西县真男子也。”敬拜平章政事，赐宅一区。时西县年府三十云。西县奏：“四川将民皆散处山谷，以身赤军力禁止俘掠。”为 PG 467者千户以下与犯人同罪。又禁诸人无犯一牲口，由是四川遂安。将这意又罢解盐户所斋军，即京兆诸处无及户数林州屯田者，以宽民利。饮茶或送张秉正、王振二人，以母老愿赐金放，西县皆遣之。因书与宋四川制置使于界，欲以天道人事。界的书感愧，不复轻动。巩昌率府言镇荣州有谋叛者，连引四百余人。西县降推之，为诸守恶五人。宋江刘枕以泸州将，竟系前将宋者数百人呆报。西县奏事之，且致书宰相，呆枕以思当得其死力。宋江家属之在北者，西县遂给资粮，是于宋者子弟的越界省其父母，人皆感之。昭括北京诸郡牛马以济河西，西县奏曰：“关中刁寨已及。”遂复部不堪此意，奏入特复二年。西县复部鲁海牙、顺德等陆宣抚使，入朝面奏曰：“臣子西县务蒙奖拔，恩遇其分，且事多专，则恐开后信。”帝曰：“朕欲待用西县久矣，帝难得待者，卿勿一惧。”李反是连王文统平张赵必速祭西县勋名，因言文统张毅连西县见引，遂致大用。且关中行胜之地，西县得民心，有商挺赵良弼之府，此事宜观胜率。帝曰：“西县自幼是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事，
和虎焉。蜀连人废营，同知心元府事，后作法当死，会赦免。西县恶其简用营乃非语赠西县阴礼，判易治兵前续易治帝获之，命众书城南河代西县行审，且复验其事，卒无实。赵西县还京师必见奏曰：方官陕叛乱，川蜀为宁，川蜀为宁。事急心火，臣随宜行事，不谋左二，罪止在臣。臣请逮系有司。地府御床曰：当时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何罪？未遇良久，敬拜中书平章政事。一日夜半，赵西陷入境中，从容到藩邸就事，因急召闭锁言。西县曰：习公二十，假四道作木栅还城，一系而成。B. PG 468。下故户从诸臣曰：吾安得如四道者用之？刘秉忠、张义敬曰：山东王文统，才智士也，今礼幕僚。赵问臣，臣对义。闻之，实未尝识其人。第一史事，西县在中书，正举纲为综合名实，冗滥才艺乏性，当时悉然称制。又谏言：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土及使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州县长吏皆其造同奴，宜更张之。使考克处置，乃一行迁转法。至元元年，丁母忧虑亲族行西丧礼，少饮不入口者三日，痛则呕血，不能起，请陈草土炉于目侧，载之以忧志未定，欲劝之出，既至，文浩痛身，竟不忍言，未己有诏夺情起复。西县虽不敢违命，然出则速服从事，入必虽迭即丧父亦如之。奸臣阿士马领左右备专总裁副，会其党相公，帝命众书推复，为其权莫敢问。西县穷至其事，以状闻仗阿和马巴所领归有司。帝欲西县曰：立废法而贪，明诸业而逃，公不给用，财不善废，先朝换此久矣。自卿等乡正无此忧。对曰：陛下甚尤顺，臣等未能以逃计弃之道，辅佐太平，实力逆直。今日小康，未足多也，因论及未真。对曰：忠臣良臣，何待无知？故人主用不用耳。有内事传旨内朝堂，言某事当耳。西县曰：此焉患御政之见，不可也。遂入奏杖之。言者论丞相史天泽，清党不列中外，威权日盛。赵霸天泽正是使呆居问。西县敬曰：天泽是陛下久知天泽深者，无如陛下。陛下以其可复大事用府乡，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当察其心，果有似横不者乎？今日信臣，故臣敢进言。他日有论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备援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泽既罢，亦当罢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
PG 469。明日，帝诏玉溪县，是岁解。又论四川率清察者，帝敕中书遣使诛之。明日，溪县复奏。帝怒曰：“上尔迟回耶？”对曰：“清察大帅以一小人言诛之，民心必害，以逮至京师，与论者停对，然后明其罪于天下。”诛之未晚。赵遣使前暗问，事尽无实，清察得免。西县每奏一地前，论事机切无少回忆。帝曰：“清袭是朕，王府多所容受。今天子臣，乃耳目强耶？”西县对曰：“王府是清，天下是众，疑惑面从，天下将受其害，臣非不自爱也。方士请练大丹，敕中书给所需。”西县以情汉故始奏，且曰：“尧舜之寿，不国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十方尊礼国师，帝命西县受戒。对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对曰：“臣当忠，子当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台，即五年，始建御史台，即设各道提刑按察司。时阿合马专总财力，乃曰：“庶务则成诸路，前古父之转运，今如此神志，是何由办？”西县曰：“立台察，古制也。内则弹劾奸邪，外则访求明末，必益国政，无大于此。若去之，使上下专辞贪暴，是其可及耶？”
阿合马不能对。七年，赵氏金狮戏球，西域人逆。赞马丁用事先朝，资类俱万，愿家所告，系大都御，即事之。以时昔现在告，时不遇其事。是秋，车驾孩子上都，愿家宿。余弟昔现取唐判卜属之，曰：天威莫测，岂可信其不属矣？苟免耶？昔现入见，以诏书言。帝曰：赵氏求耳，岂有？赵氏逆赞马丁耶？对曰：不是逆赞马丁，臣等亦未闻有此。赵